打包水啊，你都试过啦，能包的我都试看看过。最好像端王来，然后那个狗狗来也是，我先准备五六个，来一只包一只，全部打包，全部打包装起来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顺便把那个不会坏的贴给我吧。啊，不会坏的那个，我打包一下给你。卡在这边吃广告，吃广告，可恶，没有广告给你们吃，吃广告，你们你们去 YT 自己刷广告。那个左上角有看到那我只好来打广告了。那个礼拜六日 CWT 哦，我跟繁星都有摊位哦，在台大体育馆。啊，我两天哦，我们都你也是在三楼啊？好，我是吗？兔子，我很是啊。我直接搜你粉，你粉专应该有已经有公布了吧？衣裳这个。我是用这个 啊，可是这个的话，你要进去里面 mod 去调，要保鲜，要调那个选项，它是加快腐烂，还是要缓慢腐烂，还是要保鲜？加快吧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放进去加快腐烂，放到冰箱里面更容易坏。哦，我跟你一样都在一排哦，上次好像有讲，好像有讲过，就在斜对角超远的地方的一排。啊，那个黑什么那个的摊位在黑什么？他在 FF。FF 哦哦哦，你说黑色什么？就是某个羽毛啊。哦，你等一下被另外一个羽毛粉。没有，那是绿色的啦。绿色羽毛跟黑色羽毛，对，不一样不一样。对，有两种羽毛，不一样的羽毛。等一下，我再重看。我是听不太懂啊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本团应该懂啦。你又找，好像很有心结一样。不敢再学下去啊。啊，对啊，就那个绿，应该聊天室都很懂啊，什么绿绿的嘛，对不对？绿绿的，对啊，绿绿的，什么东西绿绿的？某个羽毛的代表色嘛，对不对？什么绿绿的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就是那个绿绿的啊，常常会跟那个穿内裤的人一起拍影片。对，是哈。我觉得这不错。绿绿的跟穿内裤的拍影片，好像都符合，很符合。对啊，的确，对，的确两个都符合。原本要讲别人，讲到自己，绕了一圈跑回来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关掉。订阅项目，我现在真的已经是在修指甲了，突然觉得这个动作很欠揍。我靠，我的好友一定觉得我在刷屏，一直在开着关，开关金闪闪，扑灵扑灵，到底在干什么？一直开关关，然后发现好友开始删我了，干什么啊？刷屏啊！直接承认啊，刷屏啊，一直开游戏关机，开游戏关机，然后旁边刷一排，把他萤幕的右半边挡住。好啦，抽一下，抽一下了，来了，抽一下了，又要抽了。没有广告，我们再来抽一下。我已经取消订阅，这个怎么还在？不见了。他只是比较晚是什么啦？我们会不会选模组选到九点啊？应该是不可能哦，应该是不会的。我记得上次好像也蛮晚才开始的，因为有换地图。其实这张地图也没有很好啊，好，该有的东西都没有。还是我们聊聊去打苍蝇王，苍蝇王在右手边。啊，我按错了。你看到什么？刚刚那个声音，我想了一下是谁、欸？
我好要抽要快啊，五十份啊！哦，抽五十份、啊、哇！你都抬个零啊？金币大傻是不是啊你？我按错按各位开个零呐、啊！所以去看看发生什么？你是多少钱？五十个啊？二十块吧，五十个。哇，那这样怎么抽啊？一千呢、欸？是吗？那一千呢、欸？哇，那你里面有一千也是蛮猛的。我是一次出最大包的那个。哦、哇哇，还不玩去抽当分母的，快了，要怎么抽啊？可以当分子咯。你是网页版吗？网页版右下角一个礼物打开来，对，点下去，好就好了。你这样我也要去按一下。那、欸、这是什么复制口令什么东西？对，复制口令，大傻逼，大傻逼，快点。我按了，它没有一个要确定的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你就送出对话啊，对话发送、啊。怎么没有？哦，聊天室哦，在聊天室哦。嘿，赶快，那再赶快去抽奖、啊，抽完奖就可以回来了。再多个十五秒，嗯，赶快抽完奖就可以回来了，快！五十个妖兽，可以多打零啊？他多打零啊？好了，一分半了，结束了。你现在的脸真的好累哦。哎、欸，我五十块还抽不到、欸，白痴啊、喔！我真的是有够衰，很遗憾，擦肩而过。白痴哦、喔！天哪！我要问一个很欠揍问题，这中了可以干嘛？你可以再送礼物啊！他下面不是有一排礼物可以送啊？哦，白痴哦、喔！很难过，五十好了，可以了。五十份当分母，骄傲。多少人抽啊？刚刚你有看到吗？230几个。哇，四分之一的几率。对啊，想当抽中。我们没中的就真的是当分母命，可以一起哭哭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等下个月的Amigo抽奖。下个月的。你们可以把运气留在下个月啦。哎、欸，两周年的 Amigo 应该跟去年一样了。对啊，差不多两周年了、哦。两周年了耶！哇，三月底吧，我们要弄三月底的时候。对啊，这一次不是过年的时候填单，上一次好像是过年填单吧？因为上次好像过年比较晚一点。对，上次比较晚过年，好像快十二月快底的样子。应该也是会开放抽奖前的两个礼拜让大家去填了、嗯，就是大概三月中左右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各大粉丝团。粉丝团或者是社群，现在他们好像都不用 FB 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比较多社群啊。那你们就是三月中的时候去看 FB， 看 FB， 硬要大家去看，没办法，那也比较好发文啊。阿基乖，好了吗？嗯？啊？打不开。开好了吗？开好了吗？台子说逾期。啊，来换阿嘎逼喽。嗯。你是说伺服器打不开啊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冲到啊？我已经把那个已经取消订阅了，然后刚才重开游戏了，结果那个还是出现在我的订阅里面，好恐怖哦！我是中毒了、啊，删不掉的。对啊，我要再刷一次屏，最后一次，但不行。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开。就开一张新地图，好，换别人开，换他自己开，累积人品，等待爆发，可以。然后下一次爆发还是抽到小奖，把客户端我没订阅到了、啊，嗯，哦的客户端，对啊，也没有他，你看恢复世界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那个冰箱有没有装到。又开 ATM 不行啊。好的啊，礼拜六日记来看我们啊，我只有礼拜六。礼拜六日来可以不要看我。欸，繁星，我很好奇、欸，为什么你每次都只有一天啊？我累啊，老人了哎、欸。哦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要一天或两天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要看官方，因为我上次明明都选第一天，他给我安排到第二天。哦。懂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会去 ？Hello 你。你吃音，你吃音。你刚刚被声音被吃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会去吗？我会去。
你乖乖去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只差一个八而已啊。好懒啊！我有点懒。你好啊，这礼拜六日啊。礼拜六日啊，这礼拜。FF 跟 CWT 撞场，一个在花博，一个在台大。对哦。哦，他蛮。如果想要去闻味道的话，去花博。你在讲什么鬼啦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会有去过 FF 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。闻什么味道？我不知道。FF 真的很可怕，FF 的味道真的很可怕。哦，很可怕。会啊、哦，我懂了。如果想体验一下叫什么叫做闻味道的话，可以去 FF。傻眼，这个人。可是今虽然是冬天，可能比较还好一点，但还是很可怕。夏天更可怕。花的味道啦，不要再问了。花的味 道, 的味道，对，花博嘛，花花样花跟花好花的味道，花的味道。我觉得是比较接近一点海鲜味啦。哎，会吗？太夸张了吧。没有，这已经算是比较修饰的说法。哦、OK。我是不想闻。哎、欸，搞不好女生的味道会对人哦。女生的味道、啊、CWT 咧真的有差。CWT 的话我跟你讲 CWT 的味道大概就是那个男生的味道，不是不是 CWT 的味道是那个就是那种发喷头发那一种发胶发蜡，就大概是就大类似那一种味道，但 FF 的味道是天然的，天然的纯粹的天然中的哦，哎、欸，嘎、啊、开不了、欸。而且，如果你运气好，你还可以看在屋内看到雾气产生。哇塞，这是真的！你可以你直接打 FF 雾气，好像有。好猛啊！我来搜一下 FF 雾气，还是雾霾啊？好可怕、啊！雾霾是什么鬼啊？雾霾太可怕了吧！人，神乐是哪一个、啊？帮我找一下。啊，我那我直接找我的给你。你还要听他讲一堆哦？没有我的啦，那是我的。我知道啊，你还想听哦？我要听听看啊！坚持，一定越像熊猫的坚持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搜没有啊，没有哈。我记得他有一年有人 PO 那张图 FF， 我忘记他关键字是什么 FF 厂。我来找看关键字是什么。等一下、哦，他们在挑毛的。等等，等等。奇怪，这应该是去年的事情而已啊，为什么会找不到关键字？嗯，还是该不会是花博？花博吗？今天的 Amigo 是一直看着这些猪，对，我一直看着这些猪在那边，在然后听我们聊天，对，对啊，聊气味，哎、欸，这刚好五只猪哎，怎么办？所以下一次就要那个啦，要装莫德，要之前就先装好了，真的，嗯，不能临时加，临时加就会比较麻烦，就会。刚进来玩的如何？就这个画面啊，就这个画面。刚刚本来四只猪而已哦。哎、欸，我竟然找不到那个新闻，那个还是上日本的 Twitter 哎、欸，就是他在 FF 场，然后拍到了 FF 场内全是雾的画面。好狂哦！太可怕了，心啊、那真的很恐怖。怎么样才能弄到这样子的状况、欸？就很多人一起发出自然的气。异气体，异气体是什么？异气消息。我们现在人也很多，然后体温比较高，这样，然后就那边是也刚好比较潮湿、啊。但是问题就是对啊，都有，天时地利人和。嗯，我们有超过六个人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我们五个人。啊、好，那就不用那个。嗯。怕一开始饿肚子，我调比较简单啊。
嗯，好，满地胡萝卜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满地蜘蛛好，满地好，满地好，好，秀秀秀秀什么？秀什么？讲清楚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怎么一直找不到那个雾气？秒传音。好好好好好，到底在讲什么？你就把它想象，刚刚喵他讲那些都是你在看可能小说，然后呢，小说叙述的东西。这个是我梦到的故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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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想象，用想象的就好，就好像海龟汤来。我就觉得喵哈讲的应该蛮具象的啦，嗯，进击的巨人看过没有？启动伺服器啊？启动伺服器？哦，启动中。我说什么器？气？进击的巨人看过吗？他背后不是有喷烟吗？想想看，就是他那个身体断掉要修复的时候，那个掉很多烟，对，就换炸人身上。进击的巨人那个吗？啊，就是那个背切开就，肠内有人在厮杀，然后他们要长出死气，那个手跟脚出来就喷出一些气。哦，他们要重新长回来。